英语课堂 Let's get started. So this time we're going to talk about reading book chains, and it's very easy. Let's take a look at this book. Open the book and take a look. And when we're finished, we'll close the book. Good job. Let's break it down.我相信在做阅读跟这个绘本的校长或老师、啊、都会有一个烦恼或苦恼，就是每一次要读书的时候，孩子就没有很好的善待这本书，然后呢就拿出来啊乱翻啊乱看啊，看完之后就乱扔啊，然后呢 一地都是啊，或者是这个书架上面没有摆好。那这一阵子ATM 一直在分享这个 warm up chant 或 goodbye song， 然后或者是这个Storytime welcome song， 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呢建立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非常好的这种仪式感。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读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念像这样的一个 chant， 就让孩子说我们开始要进入什么 picture book time或 storybook time， 所以当他每一次在读书或看书要读书的时候呢，都会念上这样的一个 chant， 然后呢，在这个 chant 当中呢，潜移默化告诉他说，当你读完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把书合起来 ，OK？ 好，那或者是读完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开心，你要做分享。那我相信，在这样的 warm up chant 或者是 wrap up chant。可以帮助孩子知道如何去善待书，如何和书互动。ATM Super Teacher， 你学会了吗？ Bye。